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杨超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彩虹徐梦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付晶。和德芙合作了以后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巧克力了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有开甜品店的梦想，然后这次跟德芙合作呢，就是感觉离小小的梦想近了一点点，很愉悦，很开心，也很激动。德芙巧克力非常好吃。我最喜欢德芙新出的百香果巧克力，因为它的味道有点酸酸的。我最喜欢它的抹茶曲奇白巧克力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抹茶味的甜品，所以我蛮喜欢的。我最喜欢德芙的草莓白巧，因为它的味道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。德芙女孩都有追求内心愉悦的心思才好，从开始跳舞一直到现在可以站在大舞台上表演，我真的很喜欢，也享受其中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把自己磨砺得更有自信，才能成为今天的付晶。可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我有点傻，也有就是各种不好的声音，但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我呀，不一样的烟火。我觉得这次德芙因愉悦而不凡的主题特别好，就是其实每个女孩子都应该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能坚持自己的内心，哪怕有反对的声音，只要你坚持的事情就能让你愉快。只有勇敢的去坚持了，才能做到最好跟很开心，然后才能很快乐。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坚持自己的那份初心。